某大学副校长在一周内失去了父母、姐姐。 被中纪委喊话、谈话，封闭在家里。他跟我说：“七哥，我是中国最牛的人。当年劝我回国，我放弃了一切。现在就让我孩子成为绑架品，让回国，就像加拿大的杨建敖一样。这个孙子就是想尽办法靠近了陈氏兄弟，他的妻子和家人，出卖了他一切的情志。共产党掌握完以后，把我们的他弟弟诱骗到新加坡，从新加坡用麻袋给装回去，在广东的几十口家人全部被抓。” 最后有荒唐的重庆大审判。在三年前的今天的几天前，习近平告诉川普，病毒在武汉发生，可控可防，就像感冒一样。然后我们会给你提供所有的医疗产品，包括口罩。当时我说武汉死了多少人，都觉得我是荒唐的。就连美国政府的我们的朋友说，武汉死了也就几百个人。现在他们公开承认死了一千万，说今年再死两千万没啥呀，可以接受啊。事实现在一定会接近两千万。 三年前的武汉，你不说吗？可控可防。人类现在死了这么多人，你们现在到处烧尸体，不可控可防吗？当时的美国川普、庞佩奥都不敢说话，那个时候全人类只有我们敢发声。